林达书长的林炳轩代表全家来给咱诚心叩谢神恩，带来神奇赞助，提供到咱业内全台敬神，看到这么平安喜。啊，人你讲来平安喜，伊来敬神，伊来敬您，心灵强乐。那么希望呢，中原普渡公会的哥，会当呢来庇佑到阮的副会长哦，林达书长呢，林炳轩代表全家呢，拢会当家庭幸福美满，手开开，金银财宝滚落来。嘛，祝福到阮的副会长呢，会当哦，做生意，生意兴旺，做事业，事业成功，互你会当心想事成。让万事如意。嘛，再次感谢到咱今日来到会场，每一位神师叔，嘛，同款呢，祝福到咱每一个好朋友，拢当度过轻松愉快这个夜暗暝。来，阿母台顶呢，万青菜这部赶快继续过来个进行安排，安排到万乔恩小姐，安排客厅的光，起来欢迎乔恩。谢谢安排齐金露。好，来安排非常高唱歌的乔恩，今晚要带咱过来这首《齐金露》。齐金露，齐金露，齐金露。就觉得这首歌很久没听了，对啊。
齐金路，感谢我们感谢，谢谢感谢，谢谢。这首歌给我那非常的好听哦，只是呢想袂出来讲这首歌给是谁在听对袂哦？对，谁在听？哎，别帮唱，我看帮唱的是你听的对，我看在。是啊，我是讲这首歌八点档，刚是哦，八点档的连续剧啊，八点档哦，真的有啊。但即卖呢，八点档我那做了拢非常的赞啊，对哦。拢做到我拢搞不清楚到底出是到底出咩，赶快剧情拢。我无你看八点档，大家敢那拢差不多。我拢在追剧，我拢追剧啊，你好，我拢在追新闻啊，追新闻啊，追新闻啊，你好，我拢一直看新闻，新闻啊，新闻拢一直重播，重播再重播，对对对，啊，最近拢一直看新闻啊，你好，所以拢嘛无咧看连续剧，但是呢，即个脑子有唱歌，我拢会甲停咧。哦，你拢会甲停咧？因为咱即马咧电视就是种方便咧，百几台嘛，但互你为日头前一直说说到一百几，等我搁切到断诶，安尼，你甲来回着五分钟安尼，所以消磨时间咧，消磨好时间吼，就是为电视开始。一直嘛，足顺的嘛，所以我拢伫咧苹果遐看新闻有无？哦，手机是啊，对，我拢无咧看电视，不爱看电视啊，对啊。啊，你电视敢袂生滴东西？诶，有可能哦，有可能。我一单可能看无十届吧。哦，是啊，你嘛一单看无十届哦，一单看无。啊，你到电视当个袂掉啊？我伫房间，哦，拢伫房间咧耍手机啊，对啊。啊，真正是。有啥物最新的新闻嘛？用手机啊。所以你刚才一直看新闻，看到尾啊时阵，用看电视都惊着，讲哎呦，哎，荧幕那只大，袂解安尼，无可能。诶，啊，即摆毋是讲伊个手。手机买到直接连到电视了吗？对啊，起码蛮先啊，蛮先晒啊嘞！你那外个连看买啊嘞？会使连啊，啊，不过我袂用连。啊，所以的朋友就爱讲到就是安尼啊，恁就爱交一寡呢，会用这一束啦，一束啦，这一束啦，这这。我起码蛮用电脑看。哦，是啊，对啊，用电脑。所以的朋友要广交啦。应该现在电视比较少了。是哈。所以我起码花很钱，像朋友来交较侪嘞，就是。然后是各行各业拢交一个。对啊，对啊，对啊。安尼，咱等下请交一个问一下安尼啊。爱问一下。哎呀哎呀，啊，如果那真正有需要的时阵，叫朋友来给咱做服务的时阵呢，一个月吼友情价哦，对对对，友情价加两成哦，加两成。啊，无啦，唔是，给咱打折啦，打折啦，安尼是唔是做好诶？对啊，所以呢，啊，希望咱诶好朋友，我那等大家吼，都大家互相交一下朋友咧吼。再次感谢到咱今日大家好朋友恁诶光临哦。所以我现场我拢我诶好朋友吼，人家有需要各行各业诶时阵，大家只吼支援一下咧，好不好？还有，你卖电视卖冷气，甲阮报。对对对对，像恁到来饮水诶时阵，恁就需要朋友啊，有无？诶，对哦，就是有咧开船诶啊，开船诶，啊，橡皮艇诶啊，然后咧大台卡车啊。哎，对，啊，有需要就是讲咧潜水艇咧，潜水艇有需要无？因为我平常游泳啊，对对对，啊，佮那煲电的时阵，佮有迄个发电机啊，发电机啊，哦，是需要安尼吼。然后最主要就是咧，上好就是吼通讯行的安尼啦，因为唯一的就是爱手机尔嘛，所以无手机他就活不下去了，是绝对袂使煲电的啊，吼。所以咧，有通讯行就是会当提供伊咧数百克的这个电池，对对对，所以我袂当无充电线，所以你袂使无通讯行的朋友，安尼知无？我来交一个，哎哎哎哦，这是我有你的建议哦。然后你也交到了，你也给你的朋友介绍我哦，共同朋友啊，你好，了解吧。好，来，啊，今麦继续要安排什么歌？继续安排《永远爱你》。哎呦，讨厌！来了，来安排这首《永远爱你》哦。耶。记得冰冷更冷的你喜欢就你修炼了我爱你幸福的你永远没跟你来在你快乐里就爱着你我没你情不了解你人心情难免忘来太苦悲点点爱的永远苦的滋味我难得爱苦叫你不能放袂记我爱你爱你爱你将你贴你心没有啊没有啊
来这首好听的歌，永远爱你。祝新年万事如意，新年健康，多赚钱，谢谢。哇，好有感觉，好有感情的一首歌曲呢。哎，唱的了，气质拢提升呢。我今天感冒呢，跳舞差。哎，安尼是啊，你看讲感冒没有？啊，是啊，我是你这一直保持这个嗓音还不错，还不错听呢。是嗓音啊，是真的呢。我含喉咙痛过，拢是。啊耶，哎呦，声音会愈来愈低。你看我这个声音，如果你有劲有精神，安尼哦，拢唱不出，让人感觉讲有感冒，是真的。啊，不过我带袂出来。可是别有一种。味道呢？是真嘞，是真嘞，我自己觉得，我唔知咱两个边个恁感觉安尼，袂歹听对无？我感觉真正好听，这首歌叫《我爱你》，永远爱你，我永远爱你。谢金燕的，谢金燕的歌曲哦。哎呀，真正不简单嘞，非常蛮好听，赞！这首歌叫真正好听，连讲有机会，我希望咱电台看到伊，好不好？来，先甲咱去留个边问候，有问候了，哈哈哈！你听个听个袂记了，有哈，谢谢啊，有还要见啊，你足奇怪嘞。那你讲的这个好话，我无无忘记啊！你拢总讲十摆，人客嘛袂讲你感觉你烦啊！你都讲几摆？哦，那么大家阿曼大家好，祝大家能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多赚钱，谢谢，谢谢，感谢哈！我们今天呢，按搞声中，我跟说有这机会，再次接受来感做演出，咱家再次感谢的，我今天的主办单位也是咱副会长哈，这次呢是咱的这个基隆哈，咱的这个林董事长呢林炳轩代表全家兄做诚心全。给阿做建议，所以给咱独家赞助提供的咱 AM 精彩进行空的这部平安记，来给咱的后背南区葡萄街庆赞中原，恭祝的咱中原葡萄公和地公圣诞成就成年酒，所以给咱。
咱举办的咱夜暗间的专题进行空的直播，再次呢来祈求的咱中原普渡公的弟哥，会当来庇佑咱的副会长吼，咱的副会长呢，按林炳轩代表专家遐呢，拢会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祝得咱的副会长会当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再次跟您讲一声感谢，谢谢哦吼。哎，尤其今仔日呢，给阮机会做演出，阮在水果庙呢，拄只拢好有难交代过啊吼。查埔囡仔呢，乖一点爱唱上好听。哎呀，阮查埔囡仔呢，今仔日呢，本来原本要安排一首《再回来时》嘛，也无会的啦。哎，因为讲吼，伊无看电视，敢唱副歌，所以袂使吼。伊今日叫评审老师给零分，所以伊就讲连讲等有机会的时阵，伊即马逐工来开车的时阵，拢有人在练啊，伊拢有在练啊，真正有在练啊。我拢在听啊。有在练啊，才能唱副歌啦吼。哎，无在练，所以我讲呢，差不多三工后啦。三工后。有机会好不好？哎，好，三工后。为今仔开始三工吼。今仔算一工哦。哎，今仔一工。一工一工，两工三工吼，三工后我希望会当听到。我即马已经听五届啊。真的吗？对。听五届，哎，应该差不多啦。我感觉十届就差不多会使，十届差不多会使。十次的时阵就可以了。十次。你要先在自己一直喝。没有，现在在车上都一直重复听啊。真的吼。对对对，听下久你就会哎，对对对，乱起啊啦。哎，就乱起啊。啊，等我听下久来的这个自然而然就会演唱了。对。所以呢，千万卖客气，好不好？我来遮祝福，等咱大家呢，拢会当平安顺心，互恁大家拢总会当大赚钱。赚大钱，过当钱大赚吼！阿妈，今仔再次甲咱的副会长讲一声感谢，谢谢哦！祝福咱的这个副会长，和恁会当呢家庭幸福美满，和恁当家温昌良金玉本堂，谢谢！来，阿妈，今仔节目继续，是不是？早囡仔过来甲安排，非常安排心花开。好来，因为安排非常好听，李千娜的歌曲《心花开》，耶！来，美女出来摇一摇，出来透透风。落雨天行成功，爱着你无法度。人讲感情要落万年中，一枝草一点露，因为乌白母嘛无卡纸，只要思念思念你。我咧看你就是两笑。你咧看我的笑无变。来一首《脸红红》的歌曲，脸红红就是有啉烧酒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因我的一生刚好你难换，只有你熟悉他，男女男女男是你主耶。我爸爸帅哥，祝福你们越来越帅哈！谢谢，好，节目继续，赶快。上班喝地上的傻瓜。哦，来张迪金志娟娃娃合唱团，秋秋秋合唱团，娃娃唱的歌曲吗？你看姐，你个唔知就是知影年龄的差距哈。
我只想低声的爱着你，我要买他的录音带哦。我想回家的把雨黑色又怕你找不到我，这夜你是谁人情愿，我却不愿与你是同伴，连我街上一等着你一直不见你原因，这光昏淡离别，这河边只有我在中担心你的头发，我最想闭上的眼睛，天空上都飘着毛毛雨，我想回家那把雨伞又怕你找不到我，非常好听怀念的这个歌曲嘛，和平上的傻瓜，今天就好陪你听，我只想天上的爱着你，天空中飘着毛毛雨，我想回家那把雨伞又怕你找不到我，啦啦啦啦，谁人的小雨虽然情恋，我却不愿你迷失头发，但我在这里等着你，一直不见你的原因，春光滚蛋的夜，这海边只有我在雨中担心你的头发，我在这地上的爱着你，天空中飘着毛毛雨，我想回家那把雨伞又怕你找不到我，谢谢郭德纲和地上的傻瓜，感谢啦，谢谢，拜拜，谢谢，感谢乔恩，感恩得来过年的歌曲，尤其是